奶说的这个家伙。他们说你不用奶前段时间，年前没时间，这咋又给他拍戏了？不用人家了，我没有糊弄他呀，也糊弄不了他。给木娜本来就给了我一个档期，一月二一，格格一月十五号和白方文木娜。我操！我就说木娜为什么要划我这个档期？他是为了去跟王王哥 PK 啊 ！PK。电线杆的神奇路讲完了，他们两个要去那个，要去那个表演季是吧？应该是吧。我就说莫娜说哥哥你要活休息几天，但后面那个不开了，你让我怎么说？跟别人同台竞技。对对，莫娜莫娜真的是莫娜跟我说让他好好休息，快养精蓄锐。我说你干嘛养精蓄锐？搞了半天他就跟哥哥表演技，让哥哥让哥哥不休息，哥哥把哥哥累的沧桑了一匹，然后人家莫娜休息的皮肤水水嫩嫩的，一下就打下去了。谢谢两万两万四个。我是青岛玩海水，青岛是北方吧？青岛不算北方吧？青岛不是北方吧？但是青岛应该不冷了吧？它那边有海。青岛要把我冻死。你要去青岛拍戏吗？青岛很冷的。那咋玩水？那你把我冻死吗？啊，你从对面来的？啊，你们这好多都是从对面来的。他们几个头像都知道，第一个是轩轩，第一个是小轩，第二个叫什么？别考我，这说难受，全怪尴尬的。第二个是七少嘛。你那个小鸡鸡嘛，小鸡换的我这个头像啊，他天天换头像，他要是在你那边的话，他就马上跑到我这边来说啊，我被禁言了，我被禁言了，不是你的群里他被那个，他一天发 N 条关于你的消息，我操，就在我在我的那个粉丝群里面。我在海里看老婆乐了，我在海里看老婆乐了，他们开车过来接我。好的，我等会就跟我妈打。不会看不见吗？我这边